班里会咬人吗？班里面为什么关住了？他要关起门来啊。为什么？他就要关门啊。为什么？那你放回去找另外一只好了。我不要。里面还有很多只。这里面还有别的，在哪里？这里面啊。说。抓两只。我看看两只。真的。Two, two, two. One, two, two. 有两只。一只螺，两只螺，三只螺，四只螺，哎，这只螺在动了。好的。我看到的。看，好多只哦。多少只？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对，四只，很棒。好，没有了。你要拿回去哦。嗯。放回他的家里面。不要。放回他的家，这是他的家。还给田螺妈妈。还给螺妈妈。你不能带走他小孩，快点放回去。好棒哦。他们冲走了啦！没有，他们会等一下动一动了。